歡迎大家出席2022至2023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二回合賽事。今日嘅辯題為：港府應立法禁止2009後出生的人士購買煙草產品。對頭雙方為正方喇沙書院。反方加洛萨书院。我哋今日比赛主席嚟自正方嘅莫君如同学，坐我隔篱嘅系计事员嚟自反方嘅李乐恩同学。而家先介绍双方嘅辩员，正方主辩为谭信贤同学，第一副辩为杨晨同学。第二副辯為楊成佑同學，結辯為何浩津同學，而反方主辯則為朱曉婷同學，第一副辯則為黃允薇同學，第二副辯為林樂思同學，結辯為林樂晴同學。我哋好高興請到三位評判為今場嘅賽事評分，佢哋分別為播道書院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黃舒敏老師、聖公會女名才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黃新忠先生，以及梁式之書院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陳洪星先生。而本場比賽分主辯、公辯一副、二副、自由辯論及局結辯共六個環節，發言時間是4、3、3、4。公辯則為回方2分鐘，自由辯論則為回方3分鐘。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會有1分嘅提示，夠鐘則有2分嘅提示，超時15秒則會連釘數下。詳細賽規已經發布於各參賽學校，如果比賽期間出任何問題，我同計時員會暫停比賽，交由三位評判即場作出裁決。請問在座各位有沒有問題？如果沒有的話，現在先請正方主辯發言，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向計時員致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煙草問題一直環繞著香港，健康問題更加成為當中的主軸。無論是吸煙人士，亦或在街上吸收二手煙的普羅大眾，都會因為一支平平無奇的煙導致疾病纏身。在現時已經有不少的國家，包括紐西蘭、英國等等，以全面禁煙作為目標，並透過加強控煙措施終止煙草流行。除了擴大禁煙區、增加煙草税之外，亦都提倡無煙世代，亦都即係禁止售賣或者煙草產品俾特定年代或者之後出生嘅人士。為咗提升全港嘅健康水平，我方倡議立法透過查核購買煙草產品人士嘅身份證，禁止2009年之後出生嘅人士購買任何嘅煙草產品，並且按照呢個煙委會嘅建議，當吸煙率達到2030年嘅目標，亦都係降至5%嘅時候，逐步着手全民禁煙。因此，今日衡量我哋標題嘅標準就係在於港府立法禁止2009年之後出生人士購買煙草產品，能否減低煙草對於社會嘅禍害，同時間可以平衡對各方嘅需要同埋利益。我方贊成辯題，基於以下兩大論點：第一，為全港嘅市民健康着想，創造無煙嘅世代。吸煙盛行嘅情況係香港最大嘅公共衞生問題之一。煙品入面含有250種危害嘅物質同埋93種致癌物，包括尼古丁、一氧化碳、焦油等等。吸煙導致死亡人數佔非傳染病嘅總死亡人數嘅14%。全球嘅8大死因亦都同吸煙有關，例如心臟病、癌症等，可見危害之深遠。但最重要嘅係，吸煙係影響到他人甚至全個社會。吸食煙之無論喺邊度都會釋放二手煙，導致一批接觸到二手煙嘅市民，佢哋嘅健康亦都會受到傷害。二手煙同埋一手煙嘅傷害程度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噶，同樣會造成氣喘、支氣管炎同埋肺氣腫。根據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嘅資料顯示，每年直接或者間接因為吸煙而死嘅香港市民係有近7000人，更加可以造成56億港元嘅額外醫療開支。在立法禁止2009年之後出生人士購買煙草產品，係可以由根源避免再有人加入煙民嘅行列。而隨著時間嘅推移，在將來我哋可以能夠降低吸煙嘅人口。
在當吸煙的危害在更大的時候，作為政府就有責任要去保障市民遠離煙草產品，保障他們的身體健康。如果有方今天覺得是不需要禁煙的，是不是覺得政府只是需要為了一部分人的一時間的享受就可以罔顧自己的身體健康或者其他人的健康呢？第二，為了避免青年染上煙癮和顧及煙民的生活需要，批准在各位這個時候就會問，為什麼一定要指明09年之後出生的人呢？咁原來根據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就指出，香港現時的青少年平均滿13歲就會開始有吸煙的習慣，透過立法禁止，他們就不可以合法購買煙草，同埋大大增加他們接觸煙草產品的難度，避免他們吸食第一啖煙。相反，在成年的煙癮的極深，是極難可以即刻由吸煙嗰度抽身出嚟嘅。根據港大醫學院嘅護理學院戒煙研究所的調查就指出，即使戒煙的成功率只係得5-8%，就算有戒煙中心，港大的青少年戒煙熱線亦都指出啦，成功率只係得35.5%。由此可見，戒煙是一個很漫長的旅途，不是一時三刻可以輕易做得到同做得好。以指定年份達成目標為策略，再加上增加戒煙中心服務去因應不同人士的身體狀況，同時間去制定不同的戒煙方案，提供彈性的處理，可以幫他們戒走煙癮，才是顧及煙民的健康最佳的良方。最後想問有方同學，同不同意要求煙民即時戒煙是會非常的辛苦，需要循序漸進去幫助全港煙民戒煙才是一個更好的選擇呢？如果同意的話，有方是有什麼具體方案可以同時間阻止青少年加入煙民的行列，又可以顧及煙民煙癮的方案呢？多謝各位。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54秒，補過時無需扣分。接著是反方主辯，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採計全示意。有方話要達到無煙世代，禁止他們購買，但又不禁止他們吃，所以方案同佢目的矛盾咗。現今香港政府要禁止一樣嘢，係因為佢對社會有嚴重嘅危害，例如係毒品，食咗之後會自掛，無法控制自己嘅行為。世衛指出，吸毒仲會引致財產犯罪同人身傷害，危害家庭同埋社區。但煙嘅程度有冇去到咁呢？國際社會都普遍認為食煙冇吸毒咁嚴重，並且唔需要達到禁煙嘅地步。港府設立09年後嘅人士不能購買煙草類產品嘅目的就係達到無煙世代，所以單單係靠吸煙率降低唔足以論證嗰條辯題。有方必須論證政策實行咗之後吸煙率會降為零，但一刀切嘅禁煙係咪真係有效呢？不單作為例子，佢以2004年通過全國禁煙嘅法律，但吸煙率由立法前嘅4%飆升至立法之後嘅20%。世衛都指出，即管不單全面禁止吸煙，但國內仍有大量嘅煙草使用，正正説明咗禁煙唔會達到所謂嘅無煙世代，吸煙率係唔會降低到。喺禁煙成效存疑嘅情況底下，我方反面辯題原因有二。第一，現有控煙措施管制冇立法嘅必要性。正如政府所講，立法嘅目的係為咗保障公眾利益。但係其實現時香港因為法例保障盲點衞生、解決2-3手煙等問題，例如係吸煙條例中對煙草產品嘅售賣規管，以及規定劃定立禁止吸煙區。另外，政府已經一直推行緊相關嘅包裝措施，俾市民知道吸煙嘅危害。例如，政府喺2018年開始擴大煙包表面嘅煙害圖像同埋健康忠告警示，喺市民了解清楚相關資訊之後，自行選擇吸唔吸煙，為自己嘅健康負責。根據政府數字，推行宣傳教育同埋戒煙税已經成功將吸煙率降到個位數，由2019年嘅10.2%下降至到2021年嘅9.5%，可見軟性行之有效，係冇必要強行剝奪市民嘅選擇權同埋自由。第二，現今支煙猖狂，立法反而帶嚟反效果。即使係立咗法，09年後出生嘅人依然會接觸到煙。政府一刀切佢哋購買之後，成個社會對煙嘅需求唔會因此而消失，反而會增加出現私煙嘅問題。根據政府新聞處，市面嘅私煙銷售活動越嚟越活躍，而根據香港海關，合法香煙同私煙嘅價格相差非常之大，促使啲走私客鋌而走險，售賣私煙同埋私油獲取利潤。對比翻受政府規管同唔受規管嘅煙，吸煙條例規定咗香煙、雪茄、煙斗煙草同埋香煙煙草嘅成分，包括裡面嘅焦油量同埋尼古丁含量等。相反，正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發言人所講，支煙除咗來源地不明以外，生產過程都欠缺監管，衞生環境同埋製造成分不明，甚至
為3分22秒，無超時，無需扣分。跟住係公辯環節，公辯一方可自由挑選對方一位辯員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手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不得打斷公辯一方發言。如有違規，公辯一方可即時提出，評判認同可直接扣分，每次一分。如公辯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請評判注意填寫公辯分數時，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特別是反方分子。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好，現在有請正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辯員作公辯。請自由選擇反方一位辯員接受質詢。我希望反方注意。好，正方公辯開始，有兩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唱計時示意。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學你承唔承認吸煙是有害的？有方同學，係有方同學有害定無害啊？有害。好，有方同學已經確立咗吸煙是有害啦。咁有方同學吸煙呢樣嘢對社會係有冇利處啊？咁有方亦有方同學有冇利處啊？有冇咁嘅改善？咁有方所講嘅有害處，具體係邊啲類型？嗱，有方同學有害處咧，就係講緊咧，原來吸煙入面咧有超過7000種嘅化學物質，入面有超過90種係致癌物，對人嘅身體非常之有害。而家問翻有方同學啦，而家對吸煙對社會有冇利處啊？回應翻有方同學。嗱，有方同學吸煙對社會有冇利處啊？無利處，咁回應翻有。係啦，咁有方同學你都知道無利處呢個確立咗，咁有方同學你知唔知吸煙對社會係有弊？有方啱啱講過吸煙會導致致癌啊，咁世衞而家已經將啲加工肉類食品。係，咁有方同學咁毒品都有限制，咁毒品一樣會流入香港㗎，所以而家問翻有方同學啦，你知唔知道吸煙對社會其實有弊處㗎？致癌啊嘛，咁有就係咁講，唔係致癌咁簡單。而家吸煙對社會咧係有二手煙同埋三手煙等等，係會對其他人嘅身體健康造成問題。唔知有冇同學講先啊？咁有冇同學係咪因為有一啲人佢哋選擇係違法，我哋就唔應該立呢一條法例？有冇同學講二三水問題咁？咁即係有方同學要計埋巴士啦、私家車，因為佢哋都會。有方同學吸煙唔係一個必需品，唔似呢一啲嘅駕駛工具。而家問翻有方同學啦，你覺得係咪有人選擇違法就唔應該立法？但係有方同學啱咁嘅標準。有方同學，我哋係咪因為有人選擇違法，你就唔應該立法？咁啱講到有方。但有方同學係咪我哋有人選擇去違法，你就唔應該立呢一條法咧？係同大家講，其實吸煙呢一樣嘢係有害嘅，我哋係咪唔應該立呢一條法？而係因為有人違法唔遵守，我哋就唔應該立呢條法？有方同學啱啱所講嘅平台咧，我都未回應完啊。例如係啱啱。有方同學，而家係我問你，係唔係因為有人違法，我哋就唔選擇立法？有方同學。好啦，有方同學唔敢答，因為有方同學嘅邏輯就係因為有人違法，所以我哋就唔應該立呢一條法例啦。就係因為有方同學所講嘅自由，佢哋選擇係違法嘅。跟住輪到反方公辯，反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辯員。反方公辯開始嘅啦。我未講，佢意思係佢反方二副去問。哦。正方一副啊，唔該。反方公辯開始，有兩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唱計時示意。想問2009年後嘅人可唔可以食煙啊？唔可以買煙。係，你佢唔可以買煙，但係佢可唔可以食煙啊？呢一個可唔可以食呢一樣嘢咧？唔係呢個條辯論嘅方法。唔係，你如果而家佢購買，但係佢唔購買，即係佢依然都可以食煙嘅時候，你講嘅降低煙民人數，究竟可以降低到幾多？咪降低到呢一批人嘅合法程度去買煙。係佢哋唔合法，即係但係佢哋可以非法噶嘛？佢哋可以喺父母嗰度拎到煙，喺朋友嗰度拎到煙嘅時候，所以你講嘅降低煙民人數，究竟降低咗幾多？嚇！咪就降低咗2009年之後，其實佢哋冇得買煙咯。係佢哋冇得買煙，但係佢哋可以拎到煙，可以食到煙嘅時候，所以你講嘅降低煙民人數，到底會降低幾多？有冇同學呢一條法例未立出嚟，我哋唔知道有冇數據㗎。係，所以有班今日冇成，跟住佢同我哋講要立法啦。咁我想問，2009年之前嘅人可唔可以買煙啊？可以啊。係，原來佢哋2009年之前嘅人可以買煙，咁佢哋原來咧而家未成年人第一次接觸煙咧，係透過父母朋友。咁2009年之前嘅人買完煙之後，係咪可以俾煙佢哋食啊？呢一樣嘢立法嘅角度上面係可以啦，喺法律上面可以，但係喺道德上面應該唔可以。嚇，道德上面唔可以啫，但係佢俾咗煙佢，你都唔犯法㗎啦，所以佢依然都可以照俾煙你咯。所以今日有方同學根本
本控制唔到嘅係，我禁止咗佢哋購買之後，佢哋降低煙民數究竟可以降低咗幾多啦？因為藥方同我哋講咧，而家要禁煙咧係因為佢會致癌，佢會令到其他人嘅健康會影響其他人。咁而家私家車行駛嘅時候都會排放好多廢氣，受用咗柴油汽車產生嘅廢氣列為致癌啦，排出嘅氣體俾其他人吸入之後咧，會影響其他人嘅肺功能。係咪而家你係咪又要政府禁止唔俾啲人揸車？唔係啊。所以我哋見到嘅係咧，唔係影響咗其他人嘅利益嘅時候，我哋就要去禁止佢。所以想問有乜同學嘅係，你今日同我哋講咧，食煙可能會有心臟病嘅問題，但原來講緊咧，而家國際醫學期刊心臟研究指出咧，經常食油炸食物會增加心臟病發作嘅風險。咁如果你覺得心臟病嘅加大心臟病風險咁就等於要禁止嘅話？而家公辯環節結束，嚟到正方第一副辯，有三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上計時示意。首先，有方同學出嚟一定被反方嘅標準，喺呢一條措施出咗嚟之後咧，吸煙率降為零啊！請問在座各位，有邊一個措施可以令到吸煙率降為零啊？就算你將成個香港全部禁曬煙害，一樣都會有煙有人食煙㗎。你就算將毒品禁曬，一樣會有人吸毒，點樣降為零呢？所以咧，我哋今日雙方咧，而家首先第一個分歧位就係喺有方同學唔合理嘅標準之下，我哋要點樣先至可以叫做真係有成效？再睇翻有方同學兩個論點啦。第一個論點就係話，而家香港已經有措施啦，吸煙率減少咗。咁有方同學都已經見到啦，我哋都已經見到有方同學係覺得吸煙率係應該要有減少噶啦。咁點解我哋而家就唔可以加多一把火，令佢減得更加少，令到成個香港嘅佢哋身體更加健康咧？有方同學講到有措施、有包裝啊，有一啲嘅廣告啊等等。咁呢一啲又有幾多個人係真係因為呢樣嘢戒煙咧？佢只不過最多係可能阻止到某一小部分嘅人，佢哋選擇唔去食煙嘅啫。咁對於一批嘅青少年嚟講，我哋係咪應該可以加一把火，可以有一個政策去令到佢哋明白食煙呢一樣嘢係違法，佢哋係唔應該去做，去損害自己到自己嘅身體咧？唔知有方同學又講第二啦，就係講咧一個政策推出嚟冇效果，係因為有私煙嘅情況。咁首先咧，一個政策推出嚟嘅時候，一啲嘅青少年佢就已經唔可以透過合法嘅渠道去買煙，咪已經正正係減少咗一啲吸煙嘅青少年嘅數量咯。而且有方同學講嘅買私煙啊，咁買私煙咪正正係因為有啲人佢哋有煙癮，佢哋冇辦法佢哋需要去買煙，但係佢哋又冇得合法買。我哋而家要講嘅係，我哋要防止，我哋要去避免一批青少年，要令到佢哋冇得吸食第一口煙，防止佢哋有一個食煙嘅陋習喺度，防止佢哋可以患上各種大好嚴重嘅疾病嘅一啲嘅壞處啊嘛。然之後咧，有班同學咧一直喺個主辯一出嚟同我哋講咧，食煙咧唔似吸毒，佢對咧社會係冇影響，但係唔係咧？首先我哋原來知道咧，吸煙呢樣嘢係有個二手煙嘅情況喺度。一個衛生署嘅研究顯示咧，由二手煙入邊咧都已經含有4000多種嘅有害物質，而且咧某一啲往往仲比主流煙多，例如有2倍嘅尼古丁、3倍嘅焦油刺激物、5倍嘅一氧化碳同埋50倍嘅致癌物質。各位唔好唔信呢個衛生署嘅研究出嘅。所以咧，今日有方同學咧一出嚟同我哋講，點解我哋唔應該立2009年咧？第一咧就係因為佢冇成效，但係點解冇成效咧？有方同學又解釋唔到，因為佢明明就係可以減少到呢一啲人佢哋食煙，令到佢哋減少佢哋吸收到第一，即係佢哋食第一口煙嘅機會啊嘛。然之後有方同學又同我哋講啊，因為措施夠啦，所以咧我哋就唔應該再加一條法例。但係如果我哋措施而家有措施嘅情況，我哋可以再加多一條嘅法例，去令到呢一啲青少年更加唔容易去接觸到呢一啲嘅煙草產品嘅時候，呢樣嘢點解唔係對青少年好咧？所以到最後都係想問翻有方同學啦。究竟吸煙有害嘅情況，有方同學係咪一句自由就可以解決曬所有嘅嘢咧？就各位。正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06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下來係反方一副發言，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重計時示意。在座各位大家好，我哋咧先睇有方嘅成效。佢同我哋講話咧，佢論點二同我哋講話，佢有人增加咗呢個
個慢煙的難度，咁咧就可以避免佢食第一啖煙，咁咧剩下就非常之顯著，吸吸煙率下降。但而咁咧，頭先公辯問咗你嚇，咁原來佢雖然佢就係禁買，但佢又唔禁食嘅時候，想問下你哋去咗邊度咧？嗰咁原來啲人禁零八前嗰啲人買嘅時候，咁佢買完再俾零九年後嗰啲人食嘅時候，我想問你成效咗邊咧？係所有都同我哋講話哦，唔係咁唔係所有政策都係保證個零數字噶嘛？咁但係今日連一個咁降低吸煙率嘅個實際數字都俾唔到我嘅時候，我想問你個成效點樣去論證咧？由你今日見到咧，2021年嘅香港大學青少年戒煙研究結果顯示，37.3%嘅青少年表示一食煙咧，一開始食煙係因為受平輩影響啦，甚至咧衞生署控煙辦公室主管黃紅都指出，未成年人吸煙係因為佢哋屋企人都有食煙啦，令佢哋好容易就可以吸食到啲煙草產品嘅時候，就話佢可以喺朋友啊父母度攞到煙，反而就你禁止咗佢買煙，佢又唔令人禁止食煙嘅時候，佢仍然都有唔同途徑可以接觸到煙，所以又幫你今日論證到一個成效啦，作為係今日有幫禁煙嘅準則。我哋講話咧，因為今日有煙有害，咁我哋就要禁。係，我方知道煙有害，咁但係有害係咪就等於一定要禁咧？今日咧講緊咧係老闆同我哋講話，哦個同我哋講健康問題先係個人。佢同我哋講話因為有心臟病啊嗰啲啊食煙即係致癌嘅心臟病，甚至乎咧但係佢話咧對身體嘅健康好造成好大影響。但係公面問咗你，原來我哋今日見到飲酒啊，增加口腔癌、咽喉癌、喉癌、食道癌呢啲風險嘅時候，你今日係咪為咗保障翻市民健康，又立法禁止就係買酒啊呢啲咁嘅產品咧？所以我哋再睇其影響其他人。今日都同我哋講話啊，咁食煙嗰啲二手煙會影響到其他人健康。咁今日公辯同你問咗你，咁今日汽車排出嘅廢氣都被世衞國際癌症指出呢個列為呢個人類第一級致癌物嘅時候，咁我想問下友方，咁難道你今日係咪又要禁止曬揸車咧？不過友方咧，公辯同我哋講話咧，哦唔好禁止曬揸車，因為係一個必須嘅需要嚟㗎。咁但係如果你今日講到社會利益咁重要嘅時候，難道我哋應該唔係全面禁止駕駛啲人今日行過嚟打辯論咧？所以我哋今日咧再睇，所以今日政府唔係見到咧任何嘢對市民有傷害就即刻禁止㗎嘛？政府用唔同嘅措施將食煙嘅危害降到最低嘅時候，例如今日我哋設立咗禁煙區去對付一啲二手煙嘅問題，甚至我哋宣傳一啲香煙嘅危害，令到市民哋清晰到知道大吸煙帶嚟嘅後果，然後我哋再俾翻個選擇權佢哋，佢哋俾佢哋決定食唔食啊嘛。所以咧，我哋最後睇一個先嘅問題。今日咧，我哋見到咧，不單喺2004年禁止銷售所有煙草產品之後咧。佢喺2020年世衛組織嘅研究報告指出，佢禁止咗全面禁咗食煙咗之後咧，原本就得1%嘅吸煙率，然後即係上升係去到2016年嘅時候，佢上升到24.6%喎。甚至乎咧，因為佢嘅全面禁止食煙，導致私煙嘅問題更加嚴重。咁個私煙問題點？啊，多謝各位。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02秒，補過時無需扣分。跟住係正方第二副辯，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發言時示意。主席、評判在座位，大家好。4個字總結友方同學情理發誓。我先講情。首先，友方同學咧咪要完全唔理其他啲煙民啊？喂，暫時而家有50萬或者1500個煙民係每日都有吸緊煙，每年已經有7000人，係每年有7000人係死於吸煙。你一繼續放任佢吸煙，你咪俾佢哋等死啊！而家佢影響仲好大個，佢仲有二三水嘅問題，唔通我哋真係唔理白白俾咁多條人命，都放任佢哋等死嗎？你要知道煙嘅問題一直都係香港最大嚴重，好嚴重。佢250種危害物質同93種致癌物，例如有尼古丁、一氧化碳，佢死亡率係。加上佔非傳染病嘅總死亡率14%，唔通我真係唔理佢哋咩？去到於你，你成日有班同學喺前場成日同我哋講，要用巴士、用揸車去類比呢件事，你基本上成件事都無可比性。而家講緊嘅，我哋講緊吸煙係會影響人哋，會有二三十煙，我會影響到人哋生命，我會對佢有危害嘅時候，你同我講揸車，同我講食炸雞，基本上兩件事都無可比性。你有第二件事，就成日同我哋問有冇成效，有冇數字證明到呢件事？但問題係我哋呢條條例仲未成立，邊有數字？仲你係咁同我哋講緊走私，你仲有好多走私問題。第一講緊2009年講緊嘅係一啲，我而家就係為咗希望你下一代唔好再吸食煙啊嘛，所以就另一班原本未接觸煙民嘅人，佢所以就要禁止佢食，可以買到煙嘅渠道啊嘛。咁依家同我講走私。
佢需要走先，係因為佢之前有食過煙，有咁嘅需求，佢先要去買走先啊嘛。咁而家你同我講走先嘅問題，基本上都唔成啦。去到法，我想問有方嘅問題。咁當你見到有毒品，有人有殺人，係咪就應該唔立法啦？如果你哋話我哋要降到零都，要完全你哋轉變出嚟定立標準話，要去到零，去到冇人，去完全造成無煙世代，先會要我哋呢個變成成立。但係唔係啊嘛，就好似有毒品有殺人，我都照要規範，因為呢件事真係有害啊嘛。當我哋要有選擇，唔代表我哋唔可以立法噶，因為我哋就要禁止，我哋要退到一個俾。我哋要確保市民健康，呢個係政府嘅責任啊嘛。去到有勢不從，所有國家都就而家逐漸推行緊無煙社會，就好似紐西蘭咁。但係點解我哋要行翻呢條舊路啊？所以總括有方同學，佢就係於情不合，於理不通，有法不依，有勢不從。唔禁煙就係眼睜睜睇住有害物質、有害氣體湧入你我，等到我哋身體已經千瘡百孔，承受住一切唔應該承受、可以避免嘅痛苦，去葬送自己嘅健康，亦送走他人嘅幸福。我哋係一切嘅混濁嘅空氣中，點樣先可以吸入新鮮嘅空氣？點樣先能夠還香港一個美好嘅家園呢？多謝各位。正方二副發言時間為3分01秒，補過時無需扣分。接下來是反方第二副辯，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向議員致意。影響到其他人就等於要禁止的話，是不是政府要禁止市民駕車，要禁止市民飲酒？有夫婦跟你說，我們不可以用巴士類比，因為吸煙會影響到其他人。但一夫婦跟你說了，原來現在我們駕車排出的廢氣是1級至25，他們都會影響到其他人。所以一夫婦問過你，是不是影響到其他人就等於要禁止呢？其實有方都不敢回應，反而有方都知道自己的標準不合理，不是任何東西會致癌，會影響到其他人健康就等於要禁止。今日有方同學同我哋講咧，而家政府嘅責任咧係要確保市民健康。我方知道政府要確保市民健康，但問題就係確保市民健康係咪用禁止呢一種方式咧？唔係，我哋而家咧見到我哋有一啲宣傳嘅包裝同你講煙嘅危害，我哋都見到咧政府會有唔同嘅講座同市民講煙有啲咩危害。但問題就係我同你講咗煙有啲咩危害啦，但選擇權依然喺你手上。今日有方同學同我哋講咧，佢用毒品嚟同我哋類比，佢同我哋講咧。應該規範，我方答你唔係有毒品應該規範，係因為主編都同你講咗，毒品係有自毀，你吸食完之後咧會控制唔到自己行為。但問題就係今日煙唔係咁樣啊嘛，所以我哋見到嘅係咧煙嘅程度仲未要去到規範要禁止嘅地步嘅時候，所以唔明白今日有方同學點解一定要選擇禁止呢一種方式啦。跟住有方同學就同我哋講咧，其實我哋而家嘅成效咧就可以禁止一班未成年嘅人去買煙，但一副同你講咗，原來而家啲青少年咧第一次接觸煙喺邊度咧？係佢哋嘅父母，係佢哋嘅朋友。但有方同學今日同我哋講咧，其實09年前嘅人咧係唔會禁止佢哋去買煙噶。所以你今日見到嘅係佢哋嘅父母、佢哋嘅朋友依然都可以買到煙嘅時候，因為我嘅朋友第一支煙俾我有幾難啫，抽到第一支煙有幾難啫。甚至乎今日原來咧係有私煙嘅問題，我方承認有私煙嘅問題咧，唔代表我哋唔應該做。但問題就係你打唔打擊到啊嘛？依都係咧，原來而家香港每年消耗嘅50億支香煙入邊咧，有30%都係私煙問題。而家私煙咧嘅傳單仲會派到佢哋屋企門口，你可能打個電話已經可以買到一包煙嘅時候，所以見到嘅係咧，原來而家私煙問題咁嚴重。甚至原來私煙入邊咧係會有一啲毒品啊，有一啲有害成分，入邊嘅成分政府都無法規管到，因為有方咁重視市民嘅健康，我哋俾佢食一啲有規管、有成分監管嘅煙好啲啊，定俾佢食一啲來源不明、冇成分規管嘅煙好啲咧？所以今日咧，其實有方嘅標準，今日咧，其實有方同我哋講，係咪我哋唔理一班煙民？我方答你唔係。如果個煙民想戒煙嘅話，你咪俾佢戒咯。咁問題就係，如果啲煙民自己想吸煙，佢哋權衡過利弊啦，佢哋知道哦，吸煙會有危害，但係我就係想吸煙嘅時候，點解佢哋唔吸得咧？因為係佢哋自由嚟噶嘛。所以咧，我哋今日見到嘅係咧，煙民有自己選擇吸唔吸煙嘅危害，政府嘅責任咧，唔係一次過禁曬唔俾佢哋吸，而係同你講佢哋有咩危害，再等佢哋自己去權衡利弊。多謝大家。反方二
於呼發言時間為2分28秒，冇過時，無需扣分。現在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當某方發言時間到畢，本人會宣告有方剩餘時間，各方可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位辯員都會在本環節發言。如本環節結束時，在場人士發現有辯員從未發言，可即場提出。屬實的話，該辯員所屬一方將被本位評判扣除5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如果冇問題的話，自由辯論環節開始，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首先發言。有關同學，請問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有幾多個青少年佢哋拎到煙支嘅來源係嚟自你嘅親朋戚友㗎？我一同佢講咗咯，原來而家係有成33%嘅人，佢哋食抵啖煙嘅途徑係因為。是因為他接受貧媒的影響，甚至是父母之前本身吸煙，想問有方不是說有需求性吸煙的問題才會嚴重嗎？是有需求性的問題，就是他們青少年根本未接觸的時候為什麼會有需求，所以就不讓他買咯。現在的成年人我們給他有需求，他有煙癮，所以我們就給他繼續吃咯。這個就是我們慢慢聽我方主辯已經講了，其實他就會去到2030年會慢慢進行全面禁煙，這個是我們慢慢做的事，所以我們就一方面有青少年可以禁了先，又禁了先咯，之後才再慢慢禁成人。所以有問我究竟為什麼一定要是會全部人都會去吸煙癮，他不接觸到香煙，但有一同學的話就已經少了接觸香煙，問有一同學剛剛你們二部話我們給他們吃有規管的煙，有一同學的立場給他們吃普通煙，人吃政府買的煙，給他們吃政府買的煙，因為私煙裡面會有更多有害的成分的嘛，所以有一同學是不是覺得政府派的煙人是不會有害成分？不是，有一同學是台灣你那麼關注市民健康的嘛，他們說的私煙裡面你政府的成分無法規管，有大麻有過無法控制的過量的尼古丁的時候，那有方你這麼注重市民健康的話，你是不是要給他吃這些煙啊？那政府會不會打擊私煙啊？政府會打擊私煙，但問題就是現在打不打擊到嘛，講緊原來私煙的數量現在佔香港香煙消耗的30%的時候，我想問打擊到的成效在哪裡？問翻有方同學，你啱啱話咧，汽車排放嘅廢氣咧，佢哋係會殺死人。想問有方同學，佢哋殺咗幾多人？所以想有方同學答翻個問題先。所以有方同學講，有同學講可以打擊。所以想問你嘅係，而家打擊咗啦，而家點解香私煙仲有咁多？啱啱有方同學打擊唔曬嘅，有人打擊毒品，有人吸毒啊。問翻有方同學先，你哋話汽車廢氣殺死人，殺死咗幾多個？係啊，所以有方同學今日都承認咗咧，原來私煙打擊唔曬嘅，依日啲人咧都可以去買私煙。跟住有方同學今日就同我哋講咧，想問有方同學你講到煙咁有危害嘅時候，點解你唔係而家一次過點解係逐步禁止，唔係而家一次過禁曬佢？係有方同學第二個論點同你講啦，因為嗰一批有煙人，佢哋冇辦法即刻戒到煙啦，所以最後問翻有方同學一次啦，你話汽車廢氣殺死人，殺死咗幾多個人？唔係，你咁注重市民健康，點解佢今日唔係直接立法禁止所有全民香港人禁止食煙啊？喂，講咗，因為佢仲有啲成年人有煙癮嘛，佢哋問題我都要注視噶。係有煙癮，咁點解你咁注重起煙癮關係？你咁想解決，點解你唔全民禁止嘅？啊，有方同學，我哋最後都要全民禁止嘅，不過慢慢嚟啊嘛。香港58萬人食煙，你覺得一下子禁曬，成效有幾大？咁你去到咩情況下，你最後先會做到全民禁止？講咗啦，去到5%吸煙率嘅時候，就會進行全民禁煙。咁呢個咪就係慢慢令到全部人都能夠，首先要俾市民認知到吸煙係有罪噶嘛，係認為佢係同毒品一樣都係有害社會。咁呢樣嘢佢先會慢慢去做到全民戒煙一樣嘢啊嘛。咁所以有方同學點解一開始我哋唔行第一步？唔係有方呢個論證俾我聽嘅，點解唔吸煙率會跌至5%啊嘛？同你講咗你就係禁買又唔禁食嘅時候，有方同學話冇數據，你同學話未做冇數據論證嘅時候，有方同學講話咁你點樣做到5%？有方同學而家咪減緊咯，而家再加埋呢一個2009年之後嘅去購買煙草產品，咪更加少人會開始食煙，更加多人就停止食煙，咪會減少咯。所以咧，啱啱問翻有方同學咧，汽車係殺死咗幾多人？有方同學冇答到，因為佢哋都清楚，佢哋嘅邏輯就係因為高濃度嘅碳酸可以殺死人，所以你唔可以飲汽水。呢個就係有方嘅邏輯係咪？汽車殺死人，咁我想問下今日有方你睇先啊，所以今日有方好奇怪，你標準又跳咯。一開始同我講話會致癌，會影響身體健康，後嚟接同我跳落殺死人啦。咁我想問下今日原來咧嗰班人吸入呢、這個汽車排放嘅廢氣時候，患上癌症最後死嘅時候，我想問下有方呢個係咪理想你嘅標準啊？係有方。你係咪運動對社會利損啊？交通工具係運作社會運作嘅必要需求，但係吸煙係咪人類必要嘅嘢啊？點解係必要需求啊？因為你同我講，我哋咁重視一個社會利益啊嘛，點解你？
費啦，咁你哋係咪都係支持噶嘛？我哋因為係淨係齋禁煙而唔係做交通工具，因為你哋都清楚，你都要對交通工具係有強烈嘅需求嘛。市民有必要係要搭交通工具嘛？你哋喺度話咩汽車要殺人嘅咩？同你哋有乜關係啦？明白今日有冇同我哋教佢搭咩嚟有咩關係啦？所以今日我哋見到嘅係原來唔係影響到成市民嘅健康咧，我哋就要去禁止而家私家工具，而家嗰啲咩私家車啊、公共交通工具都係一樣。所以今日有方想問有方同學嘅係點解呢班人禁止購買，但係佢哋點禁止購買點解代表佢哋接觸唔到？係有方同學唔係冇關係嘅，你今日同我哋講話咧，交通工具冇必要，但係你自己搭交通工具嘛，所以咧你就係合搭口說無憑，之後個身體又好誠實，自己唔肯行翻，所以想問下有方，你哋嘅所以再都係想問下有方同學，汽車牌照費到底有幾多人得？我想問下有方，你今日同我講話佢冇啊，所以今日你同我講話交通工具，因為佢咧有便捷性，方便市民，我哋有呢個係必要性嘅。我想問今日而家呢個必要性、呢、這個便捷性可以凌駕於社會利益嘅？嚇唔係凌駕於社會咧，所以問問有方同學交通工具排放嘅廢氣導致幾多人得？唔係啊，同你講咗話，今日原來排放啲廢氣嘅時候影響到社會利益噶嘛，你有方你話排放嘅廢氣影響到人實際影響社會利益嘛，咁點解今日你同嗰個便捷性可以凌駕於呢一個凌駕於呢一個身體社會健康社會問題嘅？咁其實咧，巴士一開始用煤氣，係啊，跟住好多次啊，跟住我哋慢慢轉天然氣，咪少啲害咯。之後我咪再轉用電動車咯。我哋知道有害啊，咁我哋最多係會改。所以個問題，多謝各位。正方已用盡其發言時間，有一道反方尚餘九秒鐘，可自由派出辯員發言。禁止而家私家公共交通工具嘅私家車都係點樣？再者，今日其實有方論證唔到咧，而家佢哋唔可以買，但係唔代表佢哋。反方嘅發言時間亦已用畢，自由辯論環節結束。請問在座各位發言台上辯員離場。主辯，對方主辯。主辯問咗第一條，第一條問題。我哋問先嘅。咁蜻蜓定係分子上面為自由辯論反方扣除五分。好，而家係結辯環節，雙方結辯有一分鐘嘅預備時間，現在開始。預備時間結束，請先由反方結辯作結，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我哋好想繼續致意。在現今香港社會，有限度的賭博是合法的，很多人都會質疑六合彩賭馬會令市民傾家蕩產，影響社會風氣，為何政府不阻止呢？原來政府容許這些賭博有限度的賭博存在，是因為覺得全面禁止是不現實的，只會令到市民轉向非法經營的賭博，不單止無法杜絕賭博，反而對社會帶來更多的傷害，例如欺詐頻頻出現，更嚴重甚至會導致高利貸的問題。反而有限度容許賭博，繼續給市民揀賭不賭，咁政府就可以確保賭博有秩序地進行，避免到負面後果出現。而今日政有方正正係全面禁止市面上嘅煙，令市民轉向買私煙，無視非法經營嘅組織對市民帶來嘅傷害啊！嚟到結辯，用三條問題歸納全場：一係咪真係降煙到降低到吸煙人口？今日有方咧都能證明到喺禁買唔禁食嘅情況下，市民咧係
接觸唔到煙㗎，因為仲有我哋見到仲有父母啊、朋友啊啲咁多嘅途徑，甚至係先令佢哋接觸唔到嘅煙，所以今日又可以全民食唔到幾時先可以講得到5%嘅吸煙人口嘅成效啊！而有方咧今日就好理想化，覺得只要禁曬啲煙咧，09年前嘅市民就真係會乖乖地唔買煙。比09年後嘅市民又真係會乖乖地唔食，唔會影響到自己同身邊人嘅健康。但全場有方都能證明到點樣填補買先啦，朋友買俾佢食，父母買俾佢食，呢啲常見嘅禁煙之後出現嘅漏洞，而家喺禁煙之後，市民仲係好容易接觸到啲食到煙，有方令到市民健康嘅成效確立唔到。而應唔應該俾選擇權市民呢？今日有方就話咧，唔應該任由煙民吸煙害人害己，要禁止市民買煙咧先係正確嘅做法。但我哋今日從來都冇講過唔理佢哋啊！但今日政府嘅角色唔應該係一個專制嘅父母，覺得為咗市民嘅健康好就乜都唔俾佢做，嘢衡量嚴重性，俾翻適當嘅空間去選擇，再透過禁煙區令佢食少啲煙，同時透過監管控制尼古丁嘅成分，將傷害減到最低。有方方案會唔會加劇走私嘅問題？今日有方完全都冇講過可以點樣打擊私煙，繼續由得佢喺度存在啊！所以今日有方口頭話重視市民嘅健康，但由得市民去買私煙，政府又監管唔到，實際上只能夠任由市民去食呢啲可能有毒品嘅煙，到時除咗影響身體健康，甚至因為吸咗毒控制唔到自己，危害埋公眾嘅安全，達唔到有方嘅願景。而家就等我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首先有一個人啦，佢每朝早咧都要7點起身，唔可以等到好晏先自然醒，因為太晏起身會導致腎病嘅風險。而且佢只可以搭地鐵，因為私家車、的士都會造成好多碳排放，令到自己同身邊人吸唔到乾淨嘅空氣。終於到食飯時間啦，無論係茶餐廳嘅餐打麵、麥當勞嘅炸雞同薯條，因為高脂肪食完會心臟病，所以都唔可以食。最後翻到屋企啦，即係想打一鋪機，但因為上癮唔可以玩。咁大家知道6點太早瞓又會影響心臟健康，又唔可以瞓住，連休息嘅權利都冇啊！大家估下呢個人係邊個？佢就係有方世界入邊禁止曬市民買煙嘅09年後市民買煙嘅市民啊！相反咧，09年前嘅人咧，佢哋想做啲乜都可以做，佢哋想玩啲乜都冇問題啊！我方都明白，有方想為佢哋著想，但今日嘅手段係扼殺市民嘅選擇權利，幫佢哋做曬決定，咁樣唔通真係為市民好，真係我哋憧憬嘅社會咩？多謝各位。辦方結辯發言時間為3分46秒，無發言無需扣分。也由正方主辯，也由正方結辯發言，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有請計時示意。評判主席在座各位大家好，舊事物充斥空氣內，一呼一吸都有害，這句或者就是對煙草煙害最好寫照了。最後回煙草起源其實是回到公元前5000年，當時美洲岸印度第一人發現了煙草，而去到15世紀哥布林又將煙草遍布全球，其實但去到20世紀人類才認知到煙的禍害去禁止。其實我方都明白的，煙草文化深植社會，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到，但立法正正就是第一步，等到青年等到新一代認知到其實吸煙禍害是同等同毒品是一樣都是會有害，而是沒有利處的。但是走出一步，有方同埋又不等，就他擔心什麼？有方擔心成效，擔心說過不到去0%。咁我方主辯已經講過啦，其實我會透過唔同嘅方案，包括有戒煙中心啦，我哋都會有宣傳啦、教育，咁佢呢啲我哋一樣都會做噶。只不過我哋要一開始要立法，俾佢認知到，俾青年認知到，其實呢樣嘢本身就係唔啱嘅，俾佢認知到其實唔應該去做呢樣嘢。咁而另外啦，咁其實有冇又話又攞揸車啊，或者攞油啊物嗰啲嚟類比啦，但其實根本都冇可比性，因為一樣嘢唔會影響其他人。但有可能主編就同我哋講話，其實而家現有政策可以打擊到2、30煙，但其實2、30煙根本係冇可能消除到，呢個係對社會好大嘅影響，因為佢會黐喺啲衫嗰度，呢啲係冇辦法，有可能冇政策可以消除到，所以我哋係要從根源俾青年講啲嘢聽，唔可以食煙啊，因為真係會影響到社會噶嘛。有學今日有同你講話，其實佢哋會受到貧輩影響，會有家長會食。咁個問題係，其實一毒品一樣都會有貧輩去吸引佢哋食啦。咁我哋係咪有啲人會偷偷地食？咁我哋就唔應該俾佢哋接觸咧？咁我哋係因為呢件事本身就係錯噶嘛。咁我哋唔會因為有人偷偷地去殺人，咁而我哋就唔立法去殺人嘛。咁呢樣嘢其實有學係唔合理啦。而有學亦都冇
留意到其實現時有方我識講啦，係三成先，有方唔會交出交出嚟到，係咪所有青年人喺呢個情況之下，佢哋突然之間會有需求？因為你諗下，本身佢都冇食過煙，咁點解佢無啦就會又想去食煙，跟住又買私煙？呢個係唔合理嘅事咯。咁再者，咁而家我哋有需求嘅成年煙民，咁我咪俾佢慢慢去戒煙咯。呢個之後先去做全面禁煙，呢個就係我方倡議嘅嘢，就係同時能夠顧及到成年煙民，亦都同時能夠即時能夠唔好俾啲青年人再去加煙民嘅行業。呢個就係我方倡議嘅嘢啦。有冇今日同我講話選擇權？咁其實有冇入到同我講話衡量利弊，跟住就話同我講話其實尼古丁政府要監管。但有冇其實都知道，其實食煙本身無論係喺邊度買煙，其實都會有害啦。咁我哋係咪應該要政府俾一啲純啲嘅毒品佢哋咁樣佢哋俾佢哋去食咧？其實係唔合理噶嘛，因為本身都係錯，咁我哋都唔可以俾佢哋接觸呢樣嘢咯。而再者，今日有冇同今日就同我哋講話其實需求量。跟我講話禁食其實不會只是禁購買不禁食，但其實我哋會循序漸進噶嘛。其實就算禁食咁同禁購買其實冇衝突，其實兩樣可以並行。就算禁咗購買，咁自然遲早我哋都會全面禁煙，其實都係最緊都會禁食。咁呢樣嘢首先要行出第一步，先俾佢哋認知到其實吸煙係錯。咁呢樣嘢先係我方一個法律應該要做到嘅嘢，就俾有唔同嘅嘢做咯。做嘛，跟住有方其實都冇出現場，我哋方主辯一副二副都有問有方，其實吸煙對社會有冇利？但有方答唔到，我方同學同意，有方跟住又交出啲咩巴士會造成致癌物，但個問題其實佢係有利噶嘛，所以有方同學根本就唔係真正能夠留意，根本就冇留意到，其實吸煙會死咗7000人，每年都有560億嘅經濟損失，咁呢啲咪就係害咯，呢啲就係社會一定要去即時去解決到呢樣嘢咯。然後其實政府不是做緊專制的嘢，其實首先問題係可能會有問題，但我都會照去打擊。政府是不是真的無能為力呢？從青年入手，我哋俾佢開始見到食煙嘅問題，咁呢樣嘢俾佢哋唔好覺得合法，唔好去試，這個就是我哋立法最重要的嘢。多謝各位。正方結辯發言時間為4分08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比賽告一段落，大家請留在原位稍等一下。提提評判，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每一位評判只需在今日8位台上辯員當中選出表現較突出的3位，再分別給予分數。最佳一位填30，次佳一位填20，餘下一位填10，其餘5位同學不用填寫。咁我覺得咧，今場嗰個政
即係尤其是而家可能越嚟越多嘅人都唔係好重視資料啦，咁但係你哋係有資料之餘，仲要係即係好隨便 up 都 up 得出，咁我覺得呢個好值得欣賞嘅，咁希望你哋可以 keep 住啦。咁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咧喺呢一場入面咧，本身咧我自己 prep 嘅時候咧，我係 prep 反方嘅，我覺得正方有啲難打。咁難打有幾個位置，我覺得有啲位置你哋處理得幾好，有啲位係今日反方未必有攻擊到，你哋可以去諗下，如果人哋有咁樣打嘅話，你之後可以點樣再回應啦。咁第一個位咧，我就覺得係嗰個吸煙嘅危害性。咁呢個我覺得係有爭議嘅。到底吸煙嗰個危害嘅程度係好似正方 present 到好似毒品咁高啊，定係好似反方 present 到其實好似又或者反方今日冇話好去著力講呢一樣嘢啦。咁但係有時大家都會 present， 但係其實腸仔嗰啲都係致癌物啦，係咪？即可能佢會淡化嗰個吸煙嘅危害性嘅。咁呢個位咧，我自己覺得你哋係有嘗試去論證過，而反方冇乜點樣去 challenge， 所以你呢一個藥案咧，我就覺得唔係好明顯。第二個咧就係嗰、那個2009年以後出生的那個問題啦，咁上一場咧，你哋可以睇下，有啲學校的 approach 就會好強打呢個位置，即可能係會造成很多不公啊、成啊啲嘢啦。咁但係今場咧，佢哋就反方嘅 approach 就係 shift 咗落去嗰個禁買禁食嗰個實際上佢依然食到嘅嗰個細節問題，但係喺個理論層面上面咧，其實係冇乜點樣去 challenge 佢哋呢個位置。咁但係咧，我自己覺得你哋去論證點解即係成個嘅方案政策咧，我覺得呢個位係論證得好出色嘅。你哋係有講到點解係2009年出生之後啦，跟住預期講話全面禁煙嘅嗰個目標係幾多，即係5% 嗰啲，我都覺得聽得好清楚。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都係好值得欣賞嘅。咁第三個位咧就係我自己覺得咧係你哋即係反方應該要去大打，但係好可惜冇打到嘅嗰個位咧就係在於嗰個手段嘅極端嘅問題啦。有啲嘢係。好似你哋咁講，本身個行為係錯，於社會亦都係冇益嘅，但係唔一定係用到嗰個立法禁止嘅咁極端嘅手段。咁呢個我覺得係咯，我哋可以去思考一下呢、這個就係、是，因為上一場咧都可以睇埋就係8周年嗰場咧，其實佢哋好堆主要位去講嘅。咁你哋就可以諗下，有啲乜嘢情況底下係你喺你嘅立場底下，你哋個即係尤其是意見啦，特別去講啦，就係呢啲行為係有錯，我哋就要俾而家嘅年輕人知道。咁但係其實好多嘢都係冇錯，嗱好多嘢都係有錯，但係又於社會無益，但係又未要去到立法禁止，即係譬如好似我唔努力讀書咁，咁我都係錯嘅，咁但係都係於社會無益㗎，係咪？咁但係都唔一定要立法禁止每日翻屋企温書5個鐘啦，係咪？咁所以你哋可以去諗下咯，即係呢個立場今日好義正詞嚴嘅，好振振有詞，但係未必話係好合理。就算係你真係好相信呢樣嘢，都係可以嘅。喺你哋價值觀或者喺你立場，但係可以相信呢樣嘢。咁你要點樣去再 present 得好啲咧？咁我都期望你哋可以再聽到多啲。咁唯一咧，都聽我講咗好多啦。咁有啲位我覺得係可以提醒啦。咁唯一我覺得有啲咩可以做得好啲咧，就係 present 上面咧都係有啲氣急敗壞嘅感覺。點樣可以即係有啲風度啊？尤其對方有女校啦，呢啲係有啲損失嘅，的而且確，因為始終。辯論比賽是講理性的，是講邏輯的，但是都是一場比賽，都要照顧一下聽到人的感受，因為都不會有演繹方啦，係咪？所以都要去照顧一下喺質詢嘅環節，又或者是四個辯員去 present 嘅時候，點樣唔好太過氣急敗壞，點樣係咯，即係從容啲、淡定啲咁樣啦。我自己都打嘅時候，我自己打比賽嘅時候，我都好難去做到。咁但係咧，打到嘅時候咧。就會對我呢啲氣急敗壞嘅辯論更有利啦，因為更加顯得我好似好急啊，或者好似好有理説不清咁，但係對方又好把握到成個戰場嘅流動，或者好把握到全局嘅，咁我就覺得係會更勝一籌咯。咁而另一樣嘢咧，我自己覺得係可以再做得好啲，係雙方都係，因為咧係有交鋒，但係嗰啲交鋒係流於點對點上嘅交鋒。咁但係點樣去歸納大家去討論緊嘅嗰個背後嘅核心咧？我覺得你哋係要去再思考，即係譬如大家喺度拗緊嘅就係、是。禁買都禁食啊！譬如拗緊嗰個公共交通工具嘅問題，咁公共交通工具問題，佢哋反方咧，我用呢啲公共交通工具排出嚟嘅廢氣去做類比，佢係想講嗰個你用呢個手段嘅合理性，定係講緊呢個手段嘅有效性咁樣咯？即係你哋應該係要去歸納到呢啲位去梳理，咁我就覺得會清晰啲。即係譬如，然後咧，你哋就可能去到後場嘅時候，就會有人歸納到俾我聽，今日我要點樣去思考呢條辯題？咁佢帶動，即係佢帶住評判嘅思路咧，我就覺得會好啲，而唔係就咁交俾我哋去諗喺呢個位上面邊個拗得好啲，邊個嘅論證做得好啲，我意思就係話，如果你可以 present 到，或者係可以話到俾評判聽，其實條辯題應該要係用啲乜嘢嘅思考嘅方法，我哋要考慮啲乜嘢嘅原則先，再考慮乜嘢原則，再考慮乜嘢原則，咁我就覺得會係再有大觀一啲咯。咁好啦，咁講下反方啦。咁反方咧，
惡嘅感覺咁啊。咁所以咧，可能你哋都要去諗下，就係當你哋可能有一定嘅演繹能力啦，亦都係好流暢啦。咁但係點樣可以即係方文有力咁去表達一啲？我覺得呢個都係重要嘅，尤其是可能大家都之後會慢慢會有好多大台嘅經驗。咁呢個係重要咯，即係唔係淨係單方打嘅時候，就更加要需要去注意一下自己嘅演繹技巧嘅。咁樣啦，咁我就講下啦。我覺得你哋今場咧比較大嘅問題就係在於咧嗰個主持唔係話好連貫，同埋有啲資料咧都唔係好好地使用到。例如不丹嘅嗰個例子，我就覺得不丹嗰個例子係真係好用，即係對方講到咁多，就算佢講唔出一個實際，即係好過你去問人哋到底最終減咗幾多個實際嘅數字，因為真係未行啊嘛。咁佢點會可以未公司知嗰個數字俾你聽？但係不丹係真係有個數情況話俾你聽。就是全面禁咗之後，反而係更加 worse 嘅情況。無論係吸食嘅嗰個問題，定係即係無論係煙民嘅數字，定係私煙嘅數字，都係更加嚴重。咁所以係可以話到俾佢聽。咁點解即係不丹呢個國家，可能都冇香港咁即係科技冇咁發達，冇咁容易買到個問題都仲咁嚴重。咁點解香港呢個情況係即係點解香港唔會出現有可能想出現嘅情況呢？咁啦，咁我就覺得佢呢啲資料同業務好好地去連貫嚟運用啦。主持上面都係嘅，你哋講好難嘅必要性嗰度，其實你哋都要有個立場，就係、是、你哋覺得乜嘢情況底下先叫做有立場嘅必要先，係咪？你哋又講到話其實教育啊或者煙税其實而家已經行之有效啦嘛，咁而家即係再做嘅話就 too much 啦嘛，咁你要你應該讓他咧 too much 嗰個位，就即係佢哋嘅手段過於極端嘅呢個位，然後就再去用好多唔同嘅類比去逼問對方，咁啊，同埋咧大致係咁先啦，跟住如果有啲咩就之後先再講俾佢講啦。唔該曬。唔該曬，而家再請黃新忠先生同余平宇。都辛苦曬大家啦。頭先評判已經講咗好多，我諗我重點每邊點出一兩個位就已經可以啦。正方咧，其實有一個位嘅處理啦，喺交鋒嘅過程裏面咧，處理得唔係咁好嘅，就係、是、一直強調咧，對方提出嚟嘅嗰個例子其實影響唔到其他人。但係咧食煙就會影響到其他人，但係對方已經講咗汽車呢樣嘢好耐啦，咁就不斷去強調呢個説法咧，其實對你哋未必咁有利，反而你哋去到自由辯論嘅時候先開始迷惑嘅。其實你大可以承認汽車都是一個很差的產物嚟嘅，我哋都要慢慢改善。咁啊，正等於吸煙係要慢慢改善嘅嘛。你哋都話2030之後5%嘅嗰個吸煙人口比率之後先做全面禁。咁同樣地，汽車我哋都唔會即時禁啦。咁我哋咪慢慢去改善嗰個嘅引擎，又或者係立法。去幫助呢個推廣呢個嘅電動車，其實呢一啲都係好有幫助。咁我諗反而咁樣會好過死撐，就話咧，其實你舉出嚟嘅嗰啲嘅例子，其實都係唔會影響其他人，會好啲嘅。而另外就係嗰、那個跟住又係反方啦。反方咧就主要嚟講嗰個私煙嘅嗰個問題咧，係值得討論一下，因為對方好強調一樣嘢就係、是。你不會因為那些人違法而立法，那你怎樣解釋到我們會因為這個反效果而反而是考慮不去立這條法呢？其實當中的那個考量是怎樣做呢？其實我很同意剛才評判所說那個不單的例子，其實是可以說明很多東西，但是我一直聽到的就是他們失敗了，跟著那個的吸煙人口的那個比率是不斷反升，但是那個的原因為什麼那個數字都升得挺誇張的，即是為什麼會是明明原本不是吃煙的人都會特意走去買私煙來吃呢？這個是很想知道那個國家多一點的情況，還有跟香港為什麼這麼可比，即是他們原本的那個的禁煙的那個狀態是怎樣呢？他們有沒有好像香港那樣已經做了幾十年的那個控煙政策，又或者原本的那個的吸煙人口的比率跟香港是不是可比呢？即是他們那個的文化跟香港是有幾大的分別，導致到其實香港呢已經是很少人吃煙的了，那個不單本身都是幾多人吃煙的，所以其實就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定是要翻轉呢？其實我是想聽到多一點，即是關於究竟怎樣處理私煙的那個問題，其實我覺得這個例子是很有幫助的。
另外就是那個百分比，今日反方對於正方那個百分比的個要求，無論是要求對方是要變做百分之零，又或者是要求對方交數字，其實這兩個要求我都覺得是挺苛求，即是咁即係未做嘛，咁點俾都百分比你啫。即係就算係類近嘅正方，佢可以提出同香港推行差唔多嘅呢種嘅政策，應該都係冇啊。即係好難揾到一個外國例子係可以證明係嗰個百分比係可以下跌幾多嘅咁樣。咁所以喺呢方面多加質問，即係質咗幾個位，其實我又覺得唔係太有必要。同埋一開始開出嚟個門檻真係比較高，即係我都好懷疑，其實有冇港府嘅任何一個政策係可以做得到咯？咁所以係咪真係要一下子就零咁扯咧？咁而頭先嘅演繹嗰方面，我都好同意頭先評判所講啦。我覺得尤其是喺公辯嗰個環節，嗰個火藥味真係幾強，即係其實又冇需要嘅，即係同埋咧。你在問對方的問題，當然我知道你那個是只是一些 yes no question， 其實你聽他的第頭那五隻字你已經知道他是不是答案你的了，我當然明白了，但你都給他答一兩句先，給我們聽到，給評判聽到他們是答一些離題的東西，給評判聽到他們不懂答你的問題，是那個效果是遠遠好於你直接聽到他頭三隻字你不是答案我問題，咁跟住又再問多一次同樣嘅問題，我覺得會係好啲。而呢個問題我又覺得即係未必同男女有關嘅，即係女孩子都係啦。即係你喺嗰個公辯環節裏面，你問問題都好，都唔代表住係可以唔聽人哋嘅答案，就繼續去追問落去，繼續追問落去，咁亦都係冇乜意思咯。即係評判之所以能夠係比較高低，我都要看到對方的表現先，我才可以比較高低，否則其實 這種情況我基本上都是比雙方重分的，即是我真的比較不到，你沒有給他答過，所以就是那個問題所在。其餘因為我相信你們即雙方都是即是很有經驗的辯論隊，所以我想你們賽後的醫會或者其他評判的建議都可以給到你很多意見，那我就不多說。唔該曬，最後有請陳同星先生。咁辛苦曬雙方嘅辯員啦，咁有兩個位置想承接翻嘅，首先就係公辯嗰個位置咧。咁其實公辯嗰個係近年比較可能年超年嘅時候會出現一個錯位，其實大家都摸索緊應該打一個方法嘅。咁但係都試下諗下，其實唔同方法嗰個理解咯。我會想的就是公辯是想顯示對方線的漏洞，還是想講自己觀點呢？如果你想講自己觀點的時候，為什麼你在道路或者公辯講呢？為什麼有個互動在這裡呢？剛才有個情況就是可能是反方的主辯，其實都真的我想未有多過四個字回應的，我見到真的那個情況就是會不會應該都給一些好像這樣給一些空間去回應，再捉他的漏洞呢？咁當然一個唔打法嚟啫，咁但係始終係一啲有不同嘅優劣啦。舉例會唔會 pack 公辯嘅時候先諗咗，你問完之後對方會有邊幾種答法？可能一二三四種四種答法會有咩漏洞出現，再指出佢。咁樣會唔會可以幫你倒分？定係其實一個新熟觀點會幫你倒分咧？呢個我都覺得係值得思考嘅。咁至於呢一個叫做自由辯論都係啦，咁就今次可能答方就可能有啲可惜，咁有邊冇發到言啦。咁但係咧，其實呢一個都真係整隊人嘅一個叫做要處理嘅東西嚟嘅。可能當知道可能有一啲隊友佢嗰個經驗少啲嘅時候咧，變得自由辯論有冇話一定要答對方問題，定係結構咁做會靚嘅咧？咁咧舉呢個問題我而家起身問咗佢啦。其實咁樣已經可以幫到好多嘅人都。咁我覺得其實真係當然自由辯論好刺激好快，咁但係都望下身邊嘅人有冇一啲情況需要幫手咧。我覺得呢個都可以留意嘅。咁至於花花成場比賽咧，都老實講，我覺得聽嘅時候有啲辛苦。辛苦唔係在於嗰個主線嘅建構問題，係好多類比。即係我就咁聽嘅時候，政府已經講過呢一個救火啦，然後又講咗好多其他地方，例如可能呢一個叫做紐西蘭嘅例子啦，白方有骨單啦，國家已經多㗎啦，又有架車出現咗啦，嗰啲廢氣啦，又爆多地鐵出嚟啦。
嗰、那個問題係我哋品類比之先，會唔會先諗到嗰個可比性喺邊一度？諗到一個例子，大家都有講過就係似嘅，但大家都似唔係講人哋有做好似好勁咁，我哋有做啦。人哋做咗之後衰咗喎，咁咪做咗都會衰噶啦。咁頭先第一評判都有講到，究竟嗰個比較地方喺邊度呢？正如會唔會正方係講多少少，就係其實全球呢一啲叫推行一啲咁嚴厲啦，甚至開始限制年齡嘅一啲國家咧，整體嗰個吸煙趨勢都下降咧。咁香港同樣嘅時候，仲要講更加低嘅時候，會唔會咁樣講嘅時候，咁我哋聽嘅時候就知道啊，原來你想講咩意思喎？咁同樣可能阿方都係講不單嘅時候，會唔會都可以講多少少？究竟不單香港嗰個可比性喺邊一度？咁我類比咧，可能震動嘅時候就會有埋多少少啦。第二個位置就類比嗰個叫做觀感啊。例如我哋其實一諗起食煙就會諗起點火啦。咁但正方同學就講救火嘅時候咧，咁樣就我就諗緊其實，即係究竟你講個例子係話你如果去到情況更加之低啦，會唔會再放多把火啊？我聽唔明，咁啊聽錯就係令到佢更加之快解決。究竟係應該放火定救火咧？邊個觀感聽落去同嗰個禁煙時間時候會好似順理成章多啲咧？嗰、那個用字嗰、那個我都覺得係要留意多少少嘅呢一度。咁然後去到下一個位置咧，其實大家似乎都係問大家時候都係一啲比較片面嘅一啲講法，但好似好少講到對方嗰個邏輯究竟係啲乜嘢。例如有個例子咧，今場拗咗好耐嘅就係嗰一個，佢哋可以成九後，可以從其他方法得到呢個煙草嘅時候，咁反方就質疑呢一個措施嘅成效啦。咁我記得正方同林平咧，都係好開心嘅聽到嘅時候，佢問有幾多人喺屋企人嘅呢一個煙具。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問咗時候，都即刻答咗啦，33%嘅時候咧，咁會唔會其實正方當問嘅時候，不如你試下講定個邏輯，就係措施有漏洞就唔應該做。咁香港仲有幾多政策應該做咧？好過俾佢定翻佢交通嘅政策，我有數字 OK， 你冇想問下有啊？差唔多31%啦。可能當中指出佢嗰個邏輯嗰個問題，好過再去追問一啲數據上嘅嘢咯。呢、這個交通嗰陣時候就會諗緊。咁遇到今場好多時候就留於一啲資料上嘅追問啦，例子上面嗰個叫做大家你定一個例，我定一個例啦。咁我就會覺得可能最後嗰個結合點就到咗時候咧，其實都講真聽時係有啲辛苦嘅。咁但係總結而言啦，我覺得其實今場雖然嗰個叫做可能大家嗰個主線方面未必有好叫做連結得到大家嗰個概念，但我都覺得係緊湊嘅，係啦，咁少少意思。咁唔該曬，由於分子形體計算嘅討論咁衰，可能發展相方面都好繼續。宣布賽果，首先係最佳辯論員嘅獎項。今日嘅最佳辯論員係反方一副黃允明。恭喜曬！至於今日嘅賽果，正方得票為一票，反方得票為兩票。換言之，今日勝出嘅隊伍係反方加樂粉。